今次同大家介紹一下呢部 Konix 888嘅電子琴啊，佢係一部非常之高性價比嘅電子琴嚟嘅。嗱，我哋唔使講咁多，聽下個聲係點先。你聽得到咧，佢個聲咧其實都係扮翻一部真嘅鋼琴嘅。我自己聽落咧覺得都似樣嘅喎，同埋最緊要咧，佢啲琴鍵咧彈落去係有厚度噶，即係唔似一般嘅嗰啲電子琴咁樣咧，彈落去係薄熱熱嘅。佢呢種彈落去咧有少少似翻數碼鋼琴嘅，撳落去係有手感嘅，所以學鋼琴嘅人咧係非常之適合嘅。千零蚊就有一部888件嘅電子琴，其實個性價比真係非常之高，分分鐘仲齊全過一般嘅電子琴先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佢其實咧最緊要咧係配埋個 pedal 嘅，一般嘅電子琴佢係唔配 pedal 嘅。這個配埋一個 sustain 嘅 pedal 俾你，即係有延音嘅效果。咁當然佢都會有翻一般電子琴有嘅 function 啦，譬如話佢都有128種聲效嘅，包括我頭先彈嘅鋼琴嘅聲音啦，咁亦都會有 violin 啦、小提琴啦，有啲唔同嘅弦樂啦、管樂嘅聲啦、吉他聲啦，甚至乎有 drum kit 嘅聲啦，即係一啲鼓嘅 beat 嘅聲音啦。咁我覺得個 function 都算齊備嘅。最重要咧，佢是插電的，即是它是不需要插電呢，其實它都可以有聲的。又或者你想即帶部琴出街 busking 用的，其實都可以的，因為只要你插足電呢，其實你是不需要有電源接駁都可以用到的。還有呢，它其實那部琴的琴身呢是比較輕一點的，它還配了一個很漂亮的琴袋給你的，所以呢你背起身帶出街是很方便的。另外其實這一部呢是可以當 MIDI 用的，即是如果你插入電腦做一些 MIDI 的輸入啊，或者拿來製作一些歌曲呢都是可以的，它都便宜過一般 MIDI琴好多噶。咁如果你呢家買嘅話咧，我哋仲可以加錢俾你配埋一個琴架啦，同埋琴凳啦。如果你用一個咁樣嘅價錢，千零蚊嘅價錢，有一個媲美數碼琴嘅質素嘅電子琴咧，我自己覺得就非常之超值啦。咁啊，優惠期有限，大家記住把握機會啦。